欢迎您坐在电视机前收看这场比赛，我是王涛。这是一场世界杯的比赛，第一轮的比赛，荷兰迎战瑞典。今天这场比赛是由我一个人为您解说的，非常希望大家踊跃的报名，希望哪位猛将兄能够成为我的搭档，能和您一起来观看这场比赛，我感到非常的荣幸。裁判员吹响了比赛开始的哨声，观众朋友们晚上好，欢迎收看由完全实况为您带来的这场比赛。直接任意球，防守真是固若金汤啊。这是一场殊死的搏斗，积极的盯防，打门，摆球很稳，把球挡下来，哦，球出界了。卢西奇在右路发动进攻，范尼斯特鲁伊回传，传在前面，传得漂亮。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他们的进攻组织，西多夫他越位了，让我们一起再来看一遍回放，防守做得很漂亮，要利用转移来扯开对方的防线，往前塞一脚，左路，这是个先进球的好机会，奋力将球解围，罗本，范尼斯特鲁伊，罗本他试着扯开对方的防线，传得非常到位，远距离轰门将球破坏掉，做得不错。其实最关键的还是罚球的质量，
头球传给了队友，这个低平球传得不错。这是回传，把球打回来，皮球再次被解围出来，后方很稳固，队员们的防守很有信心。又一次被解围出来，防守队员表现得非常沉着。这个球防守得漂亮，传到了右路。上场比赛的最后几分钟了，回传，转球真漂亮。转移到左路进攻，从左路推进，这球会打破僵局吗？防守队员挡了一下，角球。主罚的队员是谁呢？就看这个球了。门将表现得不错，面对这样的门将几乎是不可能取。比赛将进入中场休息。到现在为止还是没有进球啊，双方都无法突破对方的防线。中场看看教练员会怎样调整。好，下半场比赛开始了，观众朋友们，欢迎您继续收看完全实况网站为您带来的比赛下半场直播，看看哪支球队会率先发起有威胁的攻击。一脚打门，球被踢出底线，角球，有希望利用这次角球机会直接得分，大家都非常期待进球。做一个小配合，传了，斯文森，给一脚。哨声响了，裁判认为是犯规了。内尔森大概是越位，再来看一遍回放。下半场比赛第50分钟，给右边，能率先进球吗？裁判鸣哨示意是任意球。哎呦，这情绪太激动了，这个时候不应该啊！裁判亮出了黄牌，这是个非常粗野的身后犯规。马凯，太粘球了，断得漂亮。西多夫。要多传球啊，不要过于粘球。起脚射门，门将拿球很稳。左路带球，内尔森在左路带球，给前面头球回蹭。查尔斯顿，没错，裁判给了一个点球，这张牌给的还是很合理的，是一张红牌，裁判对队员的抗议还是很心慈手软的。让我们再来仔细的看一下那个身后动作，非常危险，这会是比赛的第一粒进球吗？将球击到了安全区域，获得了今天的第二个角球。怎么到现在还不进球呢？着急啊。扑救很漂亮，从左翼高速突破，还在带球，裁判员就在事发地点，他是继续比赛。这脚能进吗？将球击出危险区，今天比赛的第三个角球，禁区内的争抢相当激烈。这球能进吗？仍然是角球，
看看他们能在主场球迷面前得分吧。球迷们期待着一个进球，门将的意识非常出色。奥耶尔、内尔森要利用对方左路的空当。补时完了，比分依然是0-0。裁判鸣哨了。大，球进得太漂亮了。伤停补时阶段，球迷们对这个进球已经等了很长时间了。这是他本届比赛打进的第四粒入球，他现在正是找到状态了。场内的空气仿佛是凝固了，哇，太神奇了，真是太神奇了！他们在比赛最后的补时阶段打进一球，让我们来看一下慢动作回放。先下一城，一球领先。一般足球比赛中刚得分后的这段时间会非常的危险，所以裁判员吹响了结束的哨音，1-0，首轮比赛顺利胜出。比赛太激烈了，加时赛中的进球出乎意料，双方的发挥都不错。这场比赛也说明了，中场哨不响，你永远无法预知结果。好，今天的比赛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我们的节目也要跟您说再见了。希望下一场比赛中，我能有一位解说的搭档和我一起来解说精彩的比赛。感谢完全实况网站和观众朋友们的大力支持。希望大家在节目结束以后，关注下周一播出的《天下足球》，来看看比赛的盛况。感谢收看王涛为您解说的这场比赛，我们下次见。